好的，我们持续带您来掌握立法院现在最新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蓝绿白的立委他们现在是上演了零星的肢体冲突，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现在立法院的院会要开始进行表决了。但是呢，在表决的过程当中呢，民进党立委是不断的高喊不能帮别人代案投票，所以呢，他们一直不断对着台上原本霸占主席台的国民党立委喊话不能代案。案不能代案，而在稍早呢，其实也让很多的国民党立委他们是进退两难，因为呢，一旦他们下台按下投票的按钮，等于呢，他们原本霸占住的主席台的位置可能就会空缺出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会让民进党的立委就会有机会可以反过来反制霸占住主席台，所以呢，稍早呢，彼此之间呢，蓝绿是不断的隔空叫嚣，不断的叫骂，甚至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就是国民党的立委他们是台上主席台的人赶快冲下台按投票，他们冲下台的同时，另外一批蓝委呢这时候马上无缝接轨冲上台继续霸占住主席台，甚至你可以看到呢，在议场里头所有的国民党立委大家都是用奔跑的方式，因为他们就是要轮流这个人按完之后再立刻跑上去再去霸占住主席台，霸占住主席台的人下台投完票之后第二再跑上台持续的霸占住主席台，我们可以看到呢，民进党立委他们现在完全都是躲在旁边伺机而动，然后甚至呢还有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看到呢，现在还爆发了零星的肢体冲突，现在蓝立委他们是为了谁能够上台，现在双方呢是上演激烈的冲突啊，还有人跑上桌子还差点跌倒，哇，我们看到在主席台的部分现在是上演了激烈的冲突，有人呢是直接被拉扯到地上，完全所有人扭打成一团，其他人见状呢，包含了民进党的立委，我们可以看到的郭国文，他是一个箭步也要爬上台。现在蓝绿立委是爆发激烈的拉扯冲突，现在呢，全部人都在主席台上面扭打成一团，场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混乱。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呢，现在包含了国民党的立委，还有民进党的立委，他们现在是在议场，也就是主席台的旁边，是不断的推挤和拉扯。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呢，在稍早的时候，因为要投票的部分呢，投票的时候呢，因为要亲自按下投票的按键，所以呢，就会在主席台的部分会有一个空窗期，这个空窗期的部分呢，就会让民进党立委有机会上前反制压住主席台。但是呢，在这个空窗的过程当中，蓝绿立委还是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在稍早的画面，我们也看到了，包括了民进党的立委郭国文，他还一个箭步想要爬上主席台，但是呢，他是没有成功的爬上去，就被其他的国民党立委给拉扯下来。现在呢，国民党的立委呢，还有叶元之，包含了郑政乾呢，现在是不断叫骂当中。至于呢，立法院长韩国瑜则是现在目前我们可以看到呢，在一阵的混乱当中，他是现在已经先暂时的离开了议场，现在呢只剩下了立法院的秘书长周万来，他还在议场内，现在呢他也是跟随着韩国瑜一起离开议场。那蓝绿呢，在稍早刚刚爆发了激烈肢体冲突之后呢，现在的场面呢是稍稍的冷静了一些了。我们来持续看一下现场最新的。我们也看到呢，国民党立委谢龙介呢，稍早呢也和民进党的立委也爆发了激烈的肢体冲突。现在呢，是民进党的立委赖慧媛还有王美惠他们也上前。我们可以看到赖慧媛还安抚了一下谢龙介，要他不要这么的生气。毕竟呢，其实在稍早的冲突其实算是蛮突然的发生的，主要的导火线呢，就是原本呢蓝白立委他们是成功的霸占了主席台，韩国瑜呢，立法院长韩国瑜他也顺利的开始宣读相关的议程并且进行表决，但是民进党这一次所祭出的策略呢，就是呢因为不能替人代案，所以他们是会有一个空窗期，现在蓝绿立委又爆发激烈的口角，
方我也看到呢，刚刚稍早的那一波激烈的口角冲突，主要的主角呢就是国民党的立委徐巧芯，他是不断的对着民进党的立委，包含了吴佩益还有沈柏阳，他们是直接当着对方的面隔空的叫骂，所以呢，其他的人也加入呢，其实是帮忙缓颊劝架的，所以目前呢，冲突现在是稍微又进行了平缓了。如果立法院稍后有最新的状况，我们会随时的为您掌握。那立法院的最新情形。